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的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秀，这就是街舞第三季开播以来热度直线攀升，张艺兴、王嘉尔、钟汉良、王一博四位高流量实力派队长的阵容站在一起就足够吸引人了。王一博街舞太活跃，靠实力逆袭。街舞三从正式节目到全程街道海选，加起来一共有六个小时的时间，真材实料的节目啊，确实是街舞爱好者的最大福利了。王一博作为今年热度非常高的队长，自然受到更多的关注了。有粉丝对偶像的喜爱，有街舞爱好者对王一博队长的好奇。王一博作为街舞爱好者，也是本次街舞的队长之一，自然就要秀一波技术了。开局的队长大秀中，王一博选择了朋克风的锁链威亚舞，过程酷炫高难度，并且舞蹈动作啊技术编排的非常的慢，没有想到在队长大秀排名的时候却是最后一名，这也激起了王一博的胜负欲，一定要靠自己的实力掰回一局。街道海选玉大神成全场了最活跃队长，王一博作为最后一名无法选择赛区，最后被动成为了东区的考核队长。不过赛区虽然舞种的偏向不同，但是实力都是非常均衡的，因此王一博也有自信和队友们共同赢回彩色毛巾。东区最突出的一位队员，那就是来自于法国的自由式街舞舞者布布，被称为法国自由式街舞的战神，多次获得世界冠军。其他队友也乘布布的到来，将整场比赛的天花板都提高了一个层次。王一博最擅长的表情管理，在看到布布之后都没有效果了，可见他对布布这个大神级别的喜爱，甚至自己都想要在舞台上一起 PK 了，可见王一博激动的心情。王一博和王嘉尔两队之间 PK 获取彩色毛巾，所以两位队长必然就要选出最优秀的队员为自己赢得毛巾，也是赢得更多的机会。布布靠自己的实力一穿三，为王一博队长赢得了两条彩色毛巾。王一博在看到布布跳舞的时候，完全就是头号粉丝的样子，已经没有偶像包袱了。甚至有队员调侃王一博今年推到最靠谱的一句话呢，就是布布 C 的 Easy， 说期待后期王一博和偶像布布的互动。网友蓝忘机太高冷了，肯定不是王一博。在天天向上中就可以知道，王一博是个非常高冷的人，除了面对自己感情的人和事，不然呢就很难让他去主动说话。这次在街舞中能够被激起胜负欲，并且多次和队员一起互动，可见王一博对街舞是非常喜欢的，并且也希望自己可以把这项爱好做到极致。不过网友看到王一博在街舞中的样子，回头想想当初《陈情令》中的蓝忘机，那真的是王一博演的吗？蓝忘机外冷内热，沉着稳重，最后成为众仙家认可的仙都，和眼前这个在街舞海选面前蹦蹦跳跳忘记表情管理的王一博完全联系不到一起。不过这也证明了王一博的演技，能够将自己的爱好和事业都做到极致的男孩子一定非常努力，期待王一博和赵丽颖合作的武侠剧《有匪》。王一博早已是一线小生，年纪轻轻的就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舞蹈实力有目共睹，参加综艺呢都是国内最顶级的平台，除了常驻天天向上外，还担任了创造101这就是街舞的导师，足以他的业务能力之强了。要知道啊，类似竞技综艺邀请的嘉宾，那除了有足够的流量和综艺感，业务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对于唱跳而言，艺人如果说没有过硬的实力就很难服众，但从这个角度看，纯真人秀就舒服多了。更难得的是呢，王一博的性格内敛，不爱说话，大家都知道这和娱乐圈的常态貌似不符，如果还是这么的受欢迎，那肯定有吸引人的特质，比如说颜值啊、能力啊，王一博都占到了。在这就是街舞新一季的节目当中，还选选手抄袭日本舞者的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适，王一博当场叫停，同时表示抄袭很不 respect， 坚持支持原创，这一点呢是赢得了在场选手的大力肯定。好的导师在选择队员的时候，一定要有专业的评判能力以及正向价值观的输出。王一博的打假能力源于对原创的尊重，也是对节目的尊重。作为成熟的舞者来说，模仿一定不是展现实力的最好方式，尤其放在这么有影响力的舞台。黄轩日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坦言了对王一博的欣赏，非常非常喜欢他，虽然说是焦点明星，但是一直非常内敛低调，让所有人都感到舒服。黄轩对王一博不吝赞美之词，也从侧面反映了王一博成为顶流的必要条件。已经忘了王一博什么时候开始走红的，大概就是从成为天天向上兄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他的不平凡，或者通过陈情令的精彩演绎让他的古装成为最美的惊鸿。总之他火了，可以预见未来王一博不管是演员、导师、主持人、歌手、舞者里的哪一种身份亮相，都会有不俗的表现。人气可能是前进道路的护身符，但实力才是最坚硬的盔甲，加油吧。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给出您宝贵的赞，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